今日是9月21日，欢迎收听广播新闻网，由彭乐贤和周正文报道新闻。今日的新闻有：团购网站以优惠价做招来，但有市民说所谓的优惠价其实和市价一样。有区议员建议政府加强教育消费者怎样防范呃情。中小学的体育老师不需要持有急救证书，有家长表示担心。详细新闻内容：不少市民都因为价钱较便宜而选择网上团购，但就欠缺保障。最近有澳门的船公司结业，很多人之前透过团购网低价买入的船飞都未必用到。我们的记者还发现，透过团购网买嘢都不是一定较为便宜的。洪科仪报道。网上团购火速兴起，有市民甚至每个月花上过1000元购买餐厅或者美容院的优惠券，以为可以便宜很多，但当中的优惠可能只是掩眼法。我们在一个团购网站发现，一款声称以超底价1300元团购出售的手提电话，反而比在官方网站买贵300元。有市民表示，曾经试过在团购网买便宜声称超过一半的餐券，但之后发现网站将原价抬高。所谓的优惠价其实和市价没有太大的分别。咁我就买团购是138元嘅，咁佢都写到明话要去到原价，去到咧就要另外加一日嘅服务费，加翻原价服务费。咁嗰阵佢话原价就388元，咁即系加埋一度大概就170元到啦。跟住发觉佢原来嗰间餐厅都做紧 promotion，咁佢就190多元，咁即系我哋团购同佢个原价争咗10多元。但佢系同佢有个 set 系唔同，明不得咯。而家嘅团购网站越嚟越多，但未有法例监管。沙田区区议员罗光强表示，即使立法，仍然会有漏洞。最紧要系买家小心选择团购服务。即系好多消费者喺香港嚟讲，大部分都好似谂住去街市买开菜咁样嘅嘛，讲价讲啱咗咁啊拍板。但好多個條文嘅細則咧，真係好多人都未必能夠睇得咁清楚。咁所以我就係話，係唔係應該即係如果得嘅話咧，其實賦予消委會嗰個權可以大啲咧？我覺得呢個較為實際啲咯，反而就佢又提醒，若果市民發現網站條款含糊不清，就要避免光顧。根據消委會嘅數字，上年收到有關團購嘅投訴只有2宗，不過截至今年7月就已經收到70宗嘅投訴。主要涉及货不对版和期限的问题。广播新闻网记者洪科仪报道。为了打击商贩呃情，部分的街市会设有公榜，但是街边的商贩就没有措施规管呃情问题。有区议员就觉得政府应该加强教育消费者防范呃情。关兆亨报道。不少市民都会帮衬街边的商贩，可能都会遇过被呃情的情况。有市民说，曾经买生果被呃咗1磅秤，嗰个碟咧系好重啊！我只要攞翻起奇怪咧，2磅半冇呢度咁少啊！我攞翻起嗰个介绍都系磅咧，1磅半嘅俾呃。有市民就话会避免买一啲要相反称嘅生果，因为我唔会买嗰啲又重，我系会断份买嘅。今年头8个月，海关检控咗7个街边水果商贩，因为供应唔足称嘅生果俾顾客，触犯咗度量衡条例。其中3个都是旺角花园街的商贩。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梁伟权说，街边商贩的呃情行为很难规管。政府是不容易做到很严格的规管，甚至乎立法的。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政府配合消委会，配合地区议会啊，或者一些社区的组织呢，就是教育消费者啦，他们应有权益啦，同埋他们消费的智慧啦。海关话，如果市民怀疑被呃称，可以向他们举报，市民亦都可以透过消委会追讨赔偿。广播新闻网记者关兆亨报道。学生上体育堂的时候受伤，体育老师最大机会是第一个帮学生急救的人。不过就未必每个体育老师都持有有效的急救证书。小朋友上体育堂的时候有很多碰撞的机会，容易发生意外。意外发生的时候，体育老师都未必可以及时帮到手。根据教育局的规定，学校最少要有2位老师持急救证书，但就未必要是体育老师。体育老师只是需要曾经学过急救知识。有小学的家长表示担心。咁如果即系体育老师有呢一个嘅有效急救证书，会安心啲啦，作为家长。因为有时你学咗嘅嘢，你
久唔久要攞翻出嚟更新翻，或者再 remind 翻一啲嘢，咁再考翻嘅時候，其實確保佢哋會記得有啲嘢應該點做啊。不過浸會大學體育系副教授雷洪德話：雖然急救證書為期三年，但急救知識唔會過咗三年之後就唔記得。而家全香港咁多嘅教師，教師嘅工作咁多，而係唔係三年過咗第一日，佢嘅知識就唔識咧，或者唔記得曬咧？嗱，呢個我覺得絕對唔會係咯。教育局體育科總課程發展主任何振業回應話：學校有足夠嘅急救措施，冇必要硬性規定體育老師定期重考急救試。其實我哋體育科咧，所有嘅老師咧，對嗰個安全嘅知識咧，必須要經常更新去掌握。對於佢哋嚟講咧，經常要重考咧，我哋就冇一個咁樣嘅額外嘅要求。佢又話：教育局會定期為體育老師提供更新急救知識嘅研討會，家長無需過分擔心。廣播新聞網記者周正文報導。以下兩則國際新聞：巴勒斯坦將會提出申請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表示，會在星期五向聯合國安理會提案，申請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中方支持巴勒斯坦將獨立建國問題提交聯合國，但美國就表明會否決申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重申，巴勒斯坦要立國，必須要同以色列和談。聯合國憲法規定，要五個常任理事國全部都不反對，才會通過提案。現時，巴勒斯坦是以觀察員身份出席聯合國會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缅甸兴建输油和输气管线工程，被指剥削当地的居民。缅甸人权组织穗区天然气运动指，缅甸军方在四月开始强制驱逐在工程范围的居民，并且同对抗的少数民族游击队战斗，至今造成五万人无家可归。组织批评中石油为了在2014年完成两条管道的建设，罔顾爆发冲突，当局又强迫当地的居民做劳动工作，殴打和非法监禁他们。这项工程在上年年中开始，总投资达到25亿美元，销售天然气可以为缅甸军政府每年带来近10亿美元。我们转看一些内地新闻。内地弃婴问题严重，单在广州三月份就公告了40个弃婴的资料。有福利院设立弃婴小屋，收集弃婴，希望尽快为弃婴提供救治，但这个行动就受到很多批评。弃婴经常被遗弃在隐蔽的地方，难以被人发现，到被发现的时候，可能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为了令到弃婴得到即时的照顾，在河北的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就在门口设置了婴儿安全岛，专门收集弃婴。工作人员会定时巡查，发现弃婴之后就会即时提供照料和治疗。不过安全岛就引起了社会的争议，有人批评这个做法会令到弃婴问题进一步恶化。福利院院长韩金红就回应，他只是希望能够出一分力照顾弃婴。只要对孩子有利的就做了，如果说能救一个孩子，能让一个孩子他的生命他的健康得到保障，我就释然了。安全岛启用不够一个月就收到三个弃婴，而他们被发现的时候身体很虚弱，分别有严重的脑积水和手脚畸形等等的问题。不过好彩及时发现，现在在福利院得到好好的照顾。广播新闻网记者彭乐贤报道。内地农民收入低，病的时候可能连医药费都比不起。在河北就有农民为了节省医药费，宁愿忍受痛楚，接受费用较便宜的局部麻醉手术。由杨嘉欣讲下。被称为最慈爱父亲的农民杜金辉，为了救被烧伤的女儿，割低了自己右脚一半的皮给她做移植。他为了悭1000元的手术费，放弃了全身麻醉，只是接受局部麻醉。医生说，手术的过程里面，除了会割到接受了麻醉的皮肤，就连麻醉以外的皮肤都有机会被割。在这个时候，病人就会特别痛。不过为了悭钱，杜金辉说辛苦点都不怕。他又选择了费用平一半的换药室进行移皮手术。
但咁样就要多打100针嘅麻醉药，仲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起皮时候这个边缘，就是感觉真确实是疼，是疼。我一想到孩子，我说，哎，比孩子这点伤小多得多。我这点伤比跟孩子比不算是什么伤。杜金辉五岁大的女妍妍因为意外而烧伤了六成的皮肤，有大约一成的皮肤要植皮，成个的医疗保守估计要十几万。身为农工的杜金辉收入有限，手术费对屋企造成庞大的负担，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个女可以快点好返。广播新闻网记者杨佳欣报道。深圳有个 BB 被当地儿童医院的医生诊断为患有先天性的肠脏问题，要做高达100,000人民币的手术，但是在第二间医院只是用了8毫子就医好了。那个 BB 的家长就向当地儿童医院投诉，要求赔偿。由彭健康报道。深圳一个出了世两日的 BB 因为便秘而被送到当地的儿童医院医治，做了十几次 X 光检查之后，院方诊断出个 BB 有先天性巨结肠，需要进行3次手术。家属声称医院要收手术费和住院费合共10万人民币。后来 BB 的爸爸带他去广州市儿童医院，那里的医生开了价值8毫的石蜡油，个 BB 就可以排便。家属质疑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建议做手术是想从中牟利，于是要求医院赔偿，但是院方就否认。从来没有一个医务人员跟他说过要10万块钱，说照漏也大概也就是不到4000块钱或者4000块钱左右，再加上先天性巨结肠的根治数10000多块钱，加起来也就不到2万吧。那究竟个 BB 是不是患上先天性巨结肠呢？广州儿童医院的主诊医生就说未能够肯定，因为一般出世不够1星期的婴儿，由于反射表现弱，比较难确诊，需要透过进一步化验肠组织才可以确诊。广播新闻网记者彭彦汉报道。正文啊，你对管风琴的认识有多少呢？我知道管风琴是一种历史悠久、难度极高的乐器，在香港学这种乐器的人不算太普遍。出身基层家庭的林之英就得到管风琴大师免费教授，凭自己的努力在1年之内考到演奏级，由黄佩婷同大家讲下。这种音域咁广阔的音乐是用人称音乐之王的管风琴奏出来。管风琴是出名复杂的乐器，因为管风琴的键盘可以多至7层，还有10几个脚踏，极之讲求手脚配合。林之英由一个门外汉去到考获管风琴演奏级，只是用了1年。至少爱好音乐的林之英精通中西多种乐器，有钢琴演奏级，还懂得低音大提琴、三弦和中阮。虽然他识这么多种乐器，但是并没有自满。19岁那年决定要向难度挑战，学管风琴。因为我之前学琴，学完琴之后就觉得这个乐器越来越多人学，就很想学一些人家不识的乐器。4年前，美籍管风琴大师 Dave Warner 来香港，林之英写信给他，希望可以拜他为师。大师被他的诚意打动，答应免费教他。即使有演奏级的钢琴，林之英都觉得管风琴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平时学琴的人呢，你看谱你一定是左手右手这样啦，那我就要将左手的东西分给脚弹，这样即我会捞不到，即很多时候我的左手是跟着脚一起去的。学管风琴的路并不容易，而且路途还很漫长。林之英每次练琴都要由大埔坐个半钟车入浅水湾的教堂练习，而他准备考演奏级的3个月更加是有密集式的训练。即我当时我1星期是可能会去练琴练3次，但我讲3次是可能我6点几去到我练到11点几咁样嘅。林之英而家一边喺教育学院做教学助理，一边读音乐教育硕士。佢希望未来可以去外地扩阔眼界，再翻香港教育有特殊需要嘅学生。广播新闻网记者黄佩婷报道。今日嘅新闻报道完，跟住落嚟会系一节彩色时事。今集会同大家讨论下回归前后警权嘅变迁，请继续收听，再会。
香港警方对李克强访港的保安安排接连受到传媒批评他们滥用权力，更加有示威者质疑警察不是依法办事。现在我们香港的警察变为公安，现在不是讲法治，是讲权力。示威者对警员的看法负面，有警员就觉得无奈。无可否认，过往有些事发生了，我们前线同事即有些做得不好，即 我大部分的前线同事，我们协会都是鼓励同事是继续努力，即建立那个形象。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色时事。现任警察队员左级协会主席的王晴，1981年加入警队，对于最近警方连番被指责越权，他不同意这个说法。其实警权没有扩大到，你看回过往一路都是跟回那个程序去做的。我看不到所谓叫警权过大在哪一方面，因为无论是在那个处理那个游行示威啊，即是他们申请到他们真的做集会啊，我们同事都在前线的时候都是一路都是安排他们很畅顺地帮他们即是封路啊。任职警察30多年的王晴，曾经同多届的警务处处长共事，包括回归之前的李君客和今年刚刚上任的曾伟雄。他表示，香港回归前后警方的处事手法都没有太大的转变，并不是好像部分人所说香港警察要听从中央的指示打压反对的声音。我们真的未听到有中央有一些这样的，就是说要求我们这样做，也都没有上级曾经跟我们讲过。你看回我们过往由即回归之后一路所主持的游行示威都好，你包括03年七一游行都一样是这样去做。但就有示威者表示，回归之后要在香港示威难度增加了很多，警方会诸多阻挠。譬如我要去特首办示威，基本上回归前呢是没有任何栏杆在这里，冇鐵枝喺度，但係喺回歸開始，佢已經係中曬門啊，中曬嘢。你要示威，就拒於千里。結束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撥你翻去。我就係點啊，真係無論你幾多人都好，譬如茉莉花運動，每次茉莉花運動，我哋最多嗰次都係100人鬆啲，跟住咧平均咧都係15個樓下到，警方係出動300-400警察在。社民连成员曾建成1989年开始参加社会运动，以街头抗争闻名。他在港英政府时期已经参加过不少具争议性的示威活动，例如是六四晚会和七一游行等等。他认为近年不少的示威活动里面亦都出现警权过大的问题。他表示回归之后警方的执法程序可能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警方是做一个打手，是将所有的反对压力不可以在领导人彰显到出来。八月中李克强访港期间，曾建成曾经尝试在他入住的酒店附近就新政府大楼的工程问题召开记者会，但是就不成功。我们一上到去天桥就说要守我们背囊，跟着他见到我们的横额就要带我们示威区，我们不是示威，我们要开记者会是讲那些工程的问题，不理不理，跟住喺度僵持。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认为，社会各界唔应该只系注重警察有冇滥权，而系要考虑背后嘅社会深层次问题，先至有助解决示威者同埋警方嘅冲突。警察系好紧张，有错好严厉啦。咁当然另一方面，我哋睇到社会嘅诉求咧系激化咗好多，好多嘅社会议题啊，从未系冇解决过嘅，贫富悬殊啊，好多嘅管治不良底下所衍生出嚟嘅社会民愤，亦都得唔到任何解决咧，而引发到嗰个社会矛盾，咁而造成咗即系警方嘅冲突，所以警方亦都难做，面对加剧咗嘅社会矛盾同埋社会行动，但系警方嘅做法就会加强啦，即系以强对强啦，咁所以冲突就会一路升级咯。示威者和警方各持己见，就客观事实分析是难分对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警方对于李克强访港的时候处理示威的安排，亦或是示威人士表达诉求的激进行为，他们的处理手法同样是可圈可点。广播新闻网记者汤丽红报道。